一篇文字，一首歌，一种声音，一份私藏。欢迎收听静波频道。平庸之恶，就像表面蔓延的一层霉菌，它没有思考，因而缺乏深度。这就是平庸。只有善才有深度，才是根本的。晚上好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静波频道，我是静波。刚才这段话出自汉娜·阿伦特。1906年10月14日，20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汉娜·阿伦特出生。如今人们在谈起他的时候，最先想到的是平庸之恶这四个字。阿伦特出生在德国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。1961年，当他听说纳粹战犯阿道夫·艾希曼被逮捕，并将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时，主动向《纽约客》杂志请缨，要求进行深入报道，并于1962年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：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》一书。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他受到各种攻击，尤其是犹太人，他们无法接受一位犹太学者竟然为杀害犹太人的纳粹恶魔辩护。正是在报道这场审判的时候，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个词。这个词的诞生距今已有52年了。今天我们将用接下来这篇文章来解读什么是平庸之恶，解读它带给我们大家的坏的影响，也以此来纪念阿伦特。在今天，也许了解这个词仍然有它的意义。如果您想要看到这篇的图文消息，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新浪微博搜索添加静波频道。什么是平庸之恶？与其说艾希曼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恶魔，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办公室里履行业务的官吏。阿道夫·艾希曼是二次世界大战上臭名昭著的战犯，他的官阶不高，但他曾经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。1941年，他接受上级指令，负责执行旨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。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，将他们收容到死亡营进行集体屠杀。在他的监督之下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创造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记录，每天杀害 1.2 万人。到二战结束，共有580万犹太人因最终方案而丧生。为此，艾希曼又被称为是死亡执行人。在人们的想象中，像艾希曼这样的战犯一定是十恶不赦的魔鬼。但阿伦特却发现，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相当平庸。他个子不高，戴着眼镜，外貌普通。他为人矮板乏味，缺乏想象力，甚至连狡猾都算不上，无法流畅地为自己实施辩护。他重视权势，从来不会忘记用头衔来呼唤检察官。与其说艾希曼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恶魔，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办公室里履行业务的官吏。而他也确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行为的。发出对犹太人进行清洗的指令的人
并不是他，他只是遵照了这样的指令，保证这一指令能够得到高效的实施。按照艾希曼的原话，他说，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。他甚至看到了犹太人的尸体，都会因恐惧而呕吐。他残杀犹太人，除了为了升职，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之外，看不出还有其他的动机。阿伦特指出，艾希曼不是恶魔，也不是虐待狂，在他的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，这种恶是现代性的产物。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了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，人被非人化了。在像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这样的集权社会当中，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，用权威的判断代替了自己的判断，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，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。阿伦特指出，虽然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恶，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体制来担负一部分的责任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艾希曼本人是无罪的。艾希曼用接受上级命令来替代个人的道德判断，放弃思考，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，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任。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面前，人们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，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。平庸的恶依然是恶，它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极端的恶，甚至还会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力。